哎，同学，同学，哎，这个花是不是要交给那个陈老师吗？对，那个老师请你去办公室找他。他找我吗？很急哦。好好好。这边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有没有怎样？没关系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哦，花。哎，陈俊威，老师说什么啊？等一下啊。陈俊威。那叶广，序章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刚沾到了。你等下不是还有事吗？嗯，来。走，你们去前面换。好，谢谢。怎么办？完蛋了啦！我等一下还要去接待外宾呢。这么大片，你干嘛？交换裤子啊！你穿我的，不然怎么办？你转过去了、啊？干嘛？你害羞？我不习惯了。好了，你快去吧。可是我很紧张哎。不要紧张，就像上一次你带外国学校那样子就可以了。可以了。